嗨，大家好，我是陈炯江。其实我一直以来对音乐都是有很浓厚的兴趣，不过呢，我觉得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不知道我在做什么。我会唱歌，我觉得我会唱歌，可是往往在唱歌在表演的时候，朋友会觉得缺乏一点东西，就缺乏一些所谓的 X Factor。 那就唱了几年，终于鼓起勇气去面对这个问题，就是要去知道错误在哪里，所以我就来了 Hot Music， 跟老师学了很多关于音乐的一些细节。我觉得最有趣的就是在短短的一天内或者两天内，可以相比之下可以学到20年一直做错的东西。我觉得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学问，就是Hot研发一个很好的一个 solution， 让我们这些在新加坡城市小孩，我们时间很繁忙嘛，所以我觉得 Expressway 会让我们在短时间内学到很多很多东西，所以我试过了，所以我希望你也可以来这里跟我一起学唱歌，然后不要放弃音乐，继续做音乐，让音乐发扬光大。